15岁我就开始了，差不多17岁的时候也是已经一直已经都 OK OK 的啦，嘿，有歌星证的，嘿啊，我在电台唱歌的那时候，嘿，就是这样啊，有晚会啦，有时候电台安排我到哪里有晚会啦，还是什么这样。全部我所做的歌好多好多，有51张的唱片，有跳舞的啊，有的哪鲁安啊，没有意思的啊，我好会好会，我要唱啊，这首歌我唱了，哎，成功了以后，我会跟我妈讲说，妈妈，我唱一首歌给你听。我唱的时候，我妈妈哭，我也跟她哭。我唱什么歌，我妈妈哭，我也跟她哭，这样子。我们上那个船了以后，啊，好多好多那个欢送的人就挥挥手，他就是用台湾的国旗挥挥一下。我想，啊，我要看妈妈，也没有看到。我那时候就开始哭了。我写这个歌也是有哭，因为我用我哥哥的心理来写的。然后嘛，我坐了船到了海中，我向后看，台湾没有看到了。我那个时候又开始又哭了，又寂寞，我要向谁讲我的痛苦。我做这首歌，好多好多人都说这个是我的歌，不可能是我自己做的。然后呢，很多很多丰年期他知道我开始唱歌了，花莲的吉安请我过去唱歌。我在那边唱的时候，有一个李春英一眼，他说：“哎，刘小姐，你唱这首歌很不错，我能不能把它改阿美山凤？其实我写这首歌是送情郎到军中。哎呦，我们跳得很好看啊，外面的那个贵宾哦都好高兴啊。我改了一个阿美山凤好不好？我说好，才有这个阿美山凤的舞，以后都是用阿美山凤的名称。”就是这个送情郎到军中。咿呀啊呜，嗨呀啊嘛啊呜，嗦啦林嘎哥咿呀，马蒂尼是你的最爱，哥啊哇诺道多的人啊哥咿呀。我已经长大了。我应该要嫁出去了，应该有人要我，可是啊，妈妈都不给我嫁出去。我妈妈一直要我找个先生，因为我是老幺，妈妈喜欢我在她身边。然后妈妈，你不允许我嫁出去，那我也是像那个啊，那个。到欧啊，就在铁路这样等着那个4点多的火车嘛，这样子。金星会，那金星会就是白嘉莉主持节目，也会伤心啊。啊，有的很有礼貌，他说：“姐姐，我要唱那个《马兰之恋》呢，啊，你。”可以不可以这样？我会说可以啊，你就唱好一点，比我好好听哦。我讲这样，要鼓励他，就这样子，不礼貌就是他还改变那个歌词，
他还改变唱法呢。咿呐啊呜，哎呀，阿妈啊，这样我不喜欢这样。高山青也是我做的，台湾好跟这个高山青，我就是在丽吉那个地方，丽吉那边做的。我那个老人一直叫我唱啊，就嗨拿罗吼嗨一样这样子，对。Nai kamu hau maura, hau kamu mitengit ke radio aku. Tanah angai ku mitzaan aku. Ayah aku mihaku, cerai aku aku rumah dia. An mira radio kamu tu radio aku. Saka apa aku radio, nana ika. Biu hai hui chan ke lah. Ye, ngai no mihaku ku mihaku nama kena. Sana ku onikai tamanan hau ma. Mekai ku harateng aku maura kamu mitengit tu radio aku. Arigato, arai, sese.